她是一首超级美女，却偏偏碰到史上最瞎宅男。你看自己可能都死光，为你可去跟新鲜同居。宅男硬起来，真爱无法挡。话题女神陈意涵，拉擦帅哥陈柏霖，颠覆宅男女神的浪漫传说。查理王浓韵电影院，爱情无权顺，7月5日卫视电影台爱神降临。